不到了吧？红队已经被包围了，要借了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当心炸药桶！红队掉血了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两级应该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两级应该是 W 的，我现在又不好交 Q， 交 Q 太费蓝了。又一个，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要记仇恨。这我没炸到吧？这东西不能关吗？我不是拉到一边去了吗？我虽然失去了船，拉到一边去了呀，你们应该看不到吧？不用管，红队马上记了，你看这个血掉的，立马记了，还有500滴血他就掉没了。用他们的手指填饱他们。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烧吧！好受多了，我要一路看过伊尔吉沃特。这什么意思？我又忘了点饼干了，我操！还行，血肉才有分量。不要以为我就能安逸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把我吐了出来。一次转身，老师吧。六了。打消耗是吧？这么变态吗？爽到极点，让他们的鲜血涂满码头。大招打消耗。
好像又有点说法了，我的状态补不回来了。剑，无语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差一百五。Shut down. 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不行，一会搞点魔看。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更多火药！妈的，欺人太甚！还想这样玩？直接给你抡死你喵的！现在好多人塌房，不会某一天你也塌房吧？我有什么好塌的？我又没装好人，装好人才会塌房。我装都不装，我不装我怎么塌呀？当心炸药桶！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这互联网，互联网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那个的，他不怕你是个坏人。就怕你装好人，知道吧？你是个坏人，互联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但你是个坏人，你还跟他装好人，被发现了你就死。你除非你一刚开始你就是吧，标明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，那谁管你啊？没人管你的呀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互联网的容忍度还是很大的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又一个。对哦，我有欠钱，我卖药干嘛？我没打扫，没打扫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更多火药，就需要那个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他喵的，移出太快了，炸不到他。这不撞我，不撞我，我走了。爽到极点，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当心炸药桶！操！怎么栽这么高？我的妈！
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怎么叫 K 头啊？我帮队友，你懂不懂啊？帮队友混助攻，队友都开心死了。怎么叫 K 头呢？你这话说的，下次就别想让我给你打走。Killing spree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我很少忘记时间，更不会忘记筹码。烧吧 ！Double kill。Legendary。 更多火药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不要坦白，不要装会塌房的，也不是这个问题，其实有很多。我个人感觉很大部分是别人给你包装，你知道吧？就你自己并没有那样说过，也没有那样做过，但是你的公司、你的经纪人给你包装的、宣传的特别特别好，然后你没按照你经纪人包装的那样子宣传的去做，然后你就很容易招黑。就有很多东西你自己并没有想过是那样的，也没有想过要做那么正能量的人，但别人给你包装呀，你公司会给你包装的呀。这样自相矛盾的就很容易爆炸。他们掉在杀手码头上，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可惜杜神没有了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当心炸药桶！仁子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黑了个头还行。更多火药。又插钱，哥们。